李真堂。被弄到不开心，对不对？我们的背景很有气氛，下雨了，对，是滂沱大雨，是不是很大的？暴风雨，暴风雨在玩游戏，超刺激的。那这个呢？这个是跳跳床。是，好，还有吗？天空。哎，为什么这边天空是蓝色？这边是有点红紫红紫的，为什么？因为这里有太阳。哦，上面有太阳的地方，那下面是下雨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啊。然后这里有下雨。